金鱼平台，你看到？好，进去之后要登录，然后用 Google 的账号登录，然后选你的账号登录，然后打入密码。然后输入密码之后，这边要按这个 allow 哦，允许，就会过去喽。那我已经指派很多任务哦，指派很多人都还没完整，那回去要做哦，知道吗？那进度就从这边开始，存款和储款这边哦，然后很多人还没有做，回去有空就把它做完，知道吗？那。要帮忙的人到时候跟我讲一下哦，他这边就可以看到你们答题的，你们过关。目前只有一个过关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要自己加油，其他都过没过哦。那下一节课我会用哦，那就把握时间来做，好像三号就100%就完成。